米娅直播翻车了，后面有彩蛋，请大家看完整。牛肉、猪肝、狮子肝、鸭脖、琵琶腿、鸭头、章鱼足、西兰花、南瓜饼，下面开吃。米娅今天不太喜欢吃蔬菜，纯手工的南瓜饼也不吃了。这个拒绝吃南瓜的样子，我要被可爱死了，哈哈。都说恶霸全傻乎乎，他还真是傻乎乎，看他那傻里傻气的样子，简直不要太可爱。你好，坐，坐，坐。老米，坐下。不吃了，还是给你擦个嘴吧。感谢铁铁们观看，祝铁铁们嘎嘎吃螃蟹。